最近三年所演出的，有公开演出的，还是属于迄个私人性质的演出的，有啊无？啊，有，伊是伫啥物所在演出？是袂当我稍微了解一下。我咧，恁遮捌倒一个官？叫啥名？好无？哎，就是遮个。我即马无固定个赞助者，啊，我连即位来源为每年拢有迄个协会捐助团队，迄个，还是无搞清楚。我讲你赞助者，你个 A 出，我个 A 出赞助者，啊，我嘛都清楚。叫什么？叫什么？那简历上就是让你是很关心社会运动，然后以前也有参加过小剧场运动，还有就是可能是以艺术的身份，然后就是在社会运动、社会实践的场域，就是做一些行动，就蛮想要请教你这方面的经历。两位运动很好。那我不用。运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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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运动。
所以在黄花小浴场，它的六楼，五楼还六楼，很大的一个地方，我们叫白莲场，还继续救，所以后来就改名叫做林场一二一六，林场一二一二一二六，打过去的经纬度。啊，我今年啊，我张华也开心，我来做，因为他这小浴场不做行不行？当时我就把我们团员分成四组。
很主流的这个政治体制，他们生存没问题。但是这些搞艺术的人，搞文化艺术的人，他们都经过高等教育的洗礼，还会去依靠这种专制体制，这么脏的政府。最后呢，当然，那同时不只是我们在从事的，另外还有一群人，就像王梦玲他们那群人。那大概因为以前呢，所有的台湾社会运动，因为我基本上我回来之后都会在场，我去观察，因为作为一个电影工作者，我当然要了解台湾当时发生什么事情，所以我都会几乎每一场的社会运动都会在旁边。从这个时代有点混淆了，比如包括520的啦，包括那个老农民的反向运动啊，还有几次的那个什么那个抗议，很多抗议，那时候抗议活动很多。当然比较大型的最大型就是这两种的那个出名的那一天，那么最大型的最令人伤心的就是战友啊在那边自焚。现场自焚，我都在现场，那后来比较就是说，所有艺术的方面来讲，其实大家不敢去看那些真正的那个正的大牌子，所以那时候艺术界只能找一些我所谓的次要题目来。
后来没当成，你就做就没有，就代表所以我们就几乎就代表。其实这个原因我也到现在搞不清楚，不过我想的有一个因素就是我自己的猜测，就是我们艺术人太天真，以为换了一个政党他们就会做得好，所以就失去那个继续一直继续关心那弱势团体的那种动力，包括绿党一下子消失掉了，这可能是真的是我们真的太天真了。像最近这社会运动也是很多，像艺术界为什么没有像当初一样感觉是哦，就是再一次的这样子投入？我想这也是跟八年的民党之争并没有那么令人满意的关系。就像这次小英群说，多少大家以为，多少可能有点因素，大家认为说，不错了，有点疑虑吧。说真的，我当然支持民党，但是我对民党时代也是非常非常不满意。当然阿扁，我不觉得他贪污，那是因为我帮他去，我知道，帮那个帮助就是绿茶太太，后来那个叶菊园竞选，我找了一个局长跟我们两个团体合起来去访问的竞选局长，在竞选过程中我知道很多很多的那个。陷阱，真的陷阱，都没有从军，都没有拔掉。那阿扁有的，因为我知道，大概是那些钱很多，真正他在政府部贪的钱，到现在没有证据吗？没有办法判他，没办法找到证据。是他该给台湾的人捐献出来的钱很多，他不应该把他拿了过去。至于里面，他们不想那个民党政府里面，事实上还有很多事实上没有做好的地方，所以做的不够彻底，做的不够好，那可能就是大家失望。那所以不知道这个东西，其实我们对民党的那种要求远远大于对国民党的要求。他一点点小毛病，我们就会一直骂，一直骂。那我们发现到可以容忍国民党，像那马英九一上台啊，就有多少亿、几百亿的那种地方建设进行，那根本是那靠谁建的？那现在那个地方建设建到哪里去？那几百亿、七百亿、四百亿多少钱？那叫什么？陆平专案啊？是不是？陆平专案。不是不是不是，后面最早那个，就一选完就发了。不是这种东西，这个名称是预计的啊，那个发展是预计的。对，那前面真有的，对，那个发下去，每一个那个地方政府全部拿走，那些议员啊什么都分走，什么东西这种东西，什么都没有。我记得你那个名下的东西呢，叫什么名称呢？地方建设什么东西，也是这样的名称的。你要凭借。真道雄